眼前这个恐怖游戏，二十粉丝半夜给我发来的圣诞礼物，问我敢不敢尝试坐四分钟的电梯，不需要移动，只需要点点鼠标啊，就很刺激。啥刺激？电梯痴汉那种刺激吗？我这一打开网页游戏 ，OK， 这边开始了。这里应该像是个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吧？哦，鼠标左右移动可以观察四周。我们是在一个电梯里，不能移动，只能继续往上走。OK， 关门。这是酒店吧？看这架势，总共是一二三六个房间，看起来没什么异样啊。OK， 这边上来。感觉跟下面没有什么区别啊。不是你这该不会什么电梯模拟器框框让我按电梯吧你？你小子忽悠我是吧？哎，这地上怎么还有血迹啊？啥意思？给我搞这种是吧？你666666。哎，这一层怎么就剩一盏灯了呀？这声音哪来的高跟鞋啊？走。我怎么灯还没亮了呀？不行，我脊背发凉了。这。哎，不是，哥们儿，你是帮女业主修灯泡吗？好，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哎，我操！这黑影怎么还上楼了呀？等一下，这层门都没有了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！不是你灯装了，墙也刷了，唯独门不见了，这酒店已经快给我干的小脑萎缩了，快！不对，这氛围越来越不对劲了，我咋感觉这走到灵堂去了呀？毒死的什么情况？哇塞！